由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公会、台南市大台南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公会以及台南市建筑经营协会共同举办的2022城市论坛，这次是下个工作第二届举办，以智慧建筑社区创造智慧新生活为主题，邀请三观学专家来做分享。2022城市论坛第二场，今天的论坛主题是智慧生活城市，智慧建筑社区，创造智慧新生活。本次论坛非常荣幸邀请到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产业代表等以大师讲座的经验分享，引导多面向跨界的交流，营造安全、节能、便利、贴心、健康、永续之智能绿生活，实践智慧的共享。在座的都是我们建筑业的精英，是打造城市的推手。那我们怎么样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未来城市发展的课题，把我们台南再进一步的在既有的基础上打造一个不仅是幸福快乐的城市，而且呢是智慧、绿色、生态、开发、保育、并存的一个共融的一个城市。由智慧科技为出发，探讨百年古城如何迈向永续智慧城市。地震局长陈淑美也以台南为例，为智慧交通讲到智慧洪灾，内容精彩丰富。政治大学地震系退休教授，同时也是房地产领域研究专家张金二，也受邀前来演讲，主题为“大房住友的人生”，以消费者面向出发，和产业界更当直接甲消费者产生共感，互利共融。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